重训才没有游泳是练小肌肉。有他那四姐妹的手臂肌肉还蛮小肌肉，还蛮有的。可是他们不用力也看不到，游泳的肌肉是不要用力的时候他不会看到，可是一用力他就觉得就那个是脚小肌肉。按、啊、你说那种练到有那个是大肌肉，他们练一些重训。